点击任务追踪，冒险旅程即将开始，准备好了吗？年轻人，别发呆了。武魂觉醒，你触摸水晶球，注入魂力，开始觉醒。你见过满魂力的废武魂吗？返回武魂殿。这竟然是先天满魂力。您找我是？您刚才的话是什么意思？守卫大哥，这是去森林的路。点击进入背包界面。点击使用按钮，点击激活魂师徽章。等等，你那力这令牌似乎很贵重。危险！这是森林偷袭者四眼灵。点击释放伙伴技能。雷电地红色炮。没事吧？魂环功能开启了。点击前往魂环界面，你见过选择一枚魂环，废物开始吸收魂环。第一魂环吸收成功，快去看看得了什么魂技吧。新获得的魂技可以前往魂技界面查看哦。怎么样，感受到不？老师，您的意思是说吸收？老师，您看那里有一条大蛇。曼陀罗蛇，这种魂兽怎么会出现在森林外围？小心，这条曼陀罗蛇已经是百年魂兽了，咱们对付不了。罗森炮，放屁如打雷，轰天裂地罗森炮。现在我教你一个理论，还手鼓手，撒腿就跑。这条曼陀罗蛇疯了吗？啊，人？大家可要小心应对了，千万别被他。老师，您刚才为什么说他也是？有点奇怪啊，不过感觉还挺可爱的。你们都要叫我小五姐。阵容功能开启了，前排位置、中排位置是和后排位置是和，点击选择伙伴上阵。啊，我们打算在森林外围走走。
气，原来这……严谨的说，你现在……伙伴功能开启了，点击前往火，点击前往召唤火，点击水晶球注入能量。第一个被召唤的伙伴会是谁呢？原来是天才食物系魂师绍辛娜，他可是超厉害的辅助型魂师哦。老师，我们一路走来好像格外的安静。老师，咱们怎么不往前走了？历练功能开启了，点击前往历练地图，点击前往猎杀魂兽，难度指数越高，选择一个魂兽，这里可以查看魂兽掉落的魂环像，点击进入 BOSS 详情，准备开始战斗。老师，刚才的魂兽，没关系，这都是命中注定的。爸爸，我回来了。小三，怎么了？我可是不会手下留情的。小五，咱们好像来。你们都要叫我小五姐。你见过满魂力的废武魂吗？暴击！甜蜜暴击！您好。我新来的，这么不懂规矩。戴沐白，武魂白虎，三。很好，好。
邪眸白虎。老师，您办完事情。啊，就是这。跟得上我吗？你们都要叫我小舞姐。我叫小舞，跳舞的舞。我叫小舞，跳舞的舞。你们跟得上我吗？喂，两位小朋友，只要你能坚持一炷香时间，就独自站在那儿，解放双手，闪亮星游戏时光。我是学院的老师赵无极，我出动如山。过来，我看看你的伤。你们也来了几天了，互相点击进入拟态训练场，点击领取拟态训练奖励。不错，你们这些小家伙配合。唐三，以后我是你啊，有什么事吗？恢复的如何？今天是针对辅助系魂师的体力训练。奥斯卡，你怎么不跑了？
哟，奥斯卡，你。Thank you.